样都还 OK 吗？大家记得要拍一张5M 以下的照片哦，就是最选那个比例1:1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最后心得上传，要上传那一张照片。人家来的啦。这是我们今天任务啊，越高越高的地方跳，对，全部都要跳。那我要跳吗？要啊，要啊，要。那我们可以选那个亮的那边，对，有光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拍起来会比较好看。要捕捉到那个时刻，对哦，记得按下去。选从他们拿一支 V20 来。